钟鼓齐鸣，揭开成年礼序幕。野水钓丝园才愧对父母恩，请奉孝亲茶。活动遵循古礼，拿茶杯也有学问。将杯子呢，转两圈，把经文转向前，避开我们的嘴巴对经文的一个恭敬。来给邻居你的拥抱，拥抱的运气，我们的幸福的指数越高。孩子成熟懂事是父母最大欣慰，就眼眶泛泪嘛，早点流眼泪这样子。我觉得这个活动很好，因为就是华人都很难说出对父母或是对就是其他人的爱。成年礼在284年历史的龙山寺举办，别具意义。每天晨昏定省的时候呢，我们也希望就他能够知道说啊，泡一杯茶给父母亲哈，我们要学习啊。观世音菩萨的慈悲跟智慧，龙山寺就是一个古礼的方式，就是要跟观音佛祖请他来公正。我已经成年了，我要好好的贡献自己的心力，心发好愿，祈求天下无灾。好，请品赏第一口。大家一起喝三好茶，行孝行善都要及时。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洪启麟、周正义、丁茂生台北报道。